在云贵川三省交界，有一座横跨在绝壁上的桥梁，它就是鸡鸣三省大桥。因为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，故而得名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旗子，我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交界。俗话说，世界桥梁看中国，中国桥梁看云贵川。因为在云贵川三省有非常多的大山，所以说想要在这种大山之间建桥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在这儿呢，也就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。在我身后的赤水河谷里，就建起了一座横跨在悬崖上面的桥，沟通了云南和四川的交通。下面咱们就去看一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这个位置，山势陡峭，想要建造桥梁是十分不易的。历经了3年的艰苦奋战，在2019年，鸡鸣三省大桥顺利通车。这座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河上彩虹大桥，横跨于赤水河上游，连接了四川省叙永县和云南省镇雄县。大桥桥梁主跨为180米上城式拱桥。大桥架在三省交界的 U 型河谷上，与贵州省毕节市的鸡鸣三省景区隔赤水河相望。从我这个位置到我身后的这座山，直线距离只有200米。但是在这些桥梁没有修通的时候，曾经想要过到那座山去，需要走整整一天的时间。正是因为这些桥梁的修建，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发展，也方便了大山里的人们走出去。鸡鸣三省大桥的建成，改变了四川叙永县、云南镇雄县两个贫困县隔河相望不相连的历史，并且呢，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交通状况。大桥的标准达到了2级公路等级，长286.4米，为双向两车道。两侧还设有人行道，加上两岸引道，全长有1041.3米。因为大桥所处的位置运输条件差，地形陡峭，吊装困难，所以采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，也就是悬臂浇筑法。这种方法就是要把操作平台设置在桥墩上，将主拱圈分为若干段，一个节段为一个单位，逐段浇筑混凝土筑成。悬臂浇筑重达240吨，为中国之最。鸡鸣三省大桥的建成通车，使原本需要2个半小时的车程瞬间变成了1分钟，让四川、云南的煤和烟草等经济作物更为方便快捷地运输到了山外，也助力了鸡鸣三省大峡谷旅游产业项目的落成，推动了乌蒙山区群众的脱贫致富。很难想象，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，我国的建筑师是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架起了这么一座桥梁。不得不说，我们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太厉害、太伟大了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，拜拜。